换了这个杰的 ID 啊，碾碎他！这要是他队友都不敢点信号，兄弟们，哎呦，好控，控四个 ，nice， 哎一下，哎一下，哎一下 ，W 挂三个 ，W 一下，我操，我的 W 这么多 ，A 一下点燃挂上 ，A 一下先死，呜呼，我操！妈一个都没带寻宝猎人吗？打野应该带了，再来个450，他果然带了，一个人投钱300，三个助攻不可能350的，舒服了。操这一滴团，美滋滋啊兄弟！这把刀，主播，我直接带你直播间睡觉，哎，很正常啊。大伙也看到了，为什么我们需要投票呢？因为凌晨这个线是我们加班环节，很多兄弟，对啊，在我们的游戏内容有点像教学，对吧？因为一边操作一边讲解教学，跟上课一样，一说到上课就容易犯困，对吧？又是凌晨这个时间，很多兄弟睡不着的，失眠的兄弟都会来直播间看直播。来催眠，打是这个情况的扣个一，太多了。就主播充当的角色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就你们有没有印象？就是那种，就你睡觉是不是得开着电视，那听着电视的声音然后睡着？主播可能充当的就是这个电视。我们刚才650的机会没了，下一次是1000，1000完了就没了。哇塞！感觉今天有希望啊！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献身。催眠师，确实。还可以再推一波，他斩杀不了我的，虽然他人头挺好。哦哟，没抢到。谢勾开通的超粉。速战速决，你外力我亏了呀，大哥。回家出的装备正正好，就这样吧。咱们的出装路线就按照我们身上的钱，怎么舒服出，怎么来，好吧？我刚回家正好650，那也可以快速的回到这个塔刀，这两个后排兵。把这波线推完，直接去抓下路。真不能乱帮啊！我们刚才把线推了，直接回家巨石短兵。什么东西把你杀了？小兵吗？一堆都死了，我看他还活着的呀。但你们要记住一点啊，如果你出的水银鞋，不出的先出的二速鞋，那就是要游走了，因为你对线你要单杀他，你没有装备，对不对？我们出的是鞋子，没有伤害，那么我们就是要推线游走，推线游走，记住这个规律。记住这个频率，把对线的结果随机应变去出装，但我们出了什么装备就要什么样的打法，纯出伤害对线，二速鞋出的比较早，推线游走，两次 W 快速推线，但我们 一般现在一个 W 是8秒，我们现在20 CD， 就让我们 W 快一点推线，等一下 CD。
往前一个 W 升级，闪现一个大招，再一个 QV， 好的，把兵推进去，换人头不亏。啊，不过我掉的人头比较大，但我现在的节奏会飞快。这波必须上了，因为我刚害毒杜城没好，不上的话就单纯的被单杀了。六分钟抓七个人，总共就八个，快百分百参团了。完了，我想吃光了。兵全没，没麻了呀，兄弟，随时来了，那不上了。这波杰他没有技能。随时没来，我应该能打一套。第一个闪这里，啊、他没闪，那直接杀了。刚才我从不随时来救了他一命。游走于刀尖之上，他马上就死。学会了吗，兄弟们？打劫就这么打了。七分钟回家，二速鞋，幽梦加去吃短臂加把长剑。我的发，我不敢想象，这是什么装备啊？我操，这熟悉的味道！以前主播最开始的打法就是这样，你们知道吧？当时是主打游走不推，啊，主打对线，然后推了线游走，是吧？我们抓人是第一，其次才是对线。只有傻瓜才会为了命让我哥打，别带我节奏，兄弟。主播你好，请问15岁能刷礼物吗？没必要，无处看直播就图一乐，兄弟。未成年别刷礼物啊！速战速决吧。长达将近一分钟的扯头发，兄弟，你最终没开大，这帮什么野区啊，哥？他们活不。交闪，于中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差不多得了，兄弟。
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牺牲。来吧！啊！一抓抓双杀，无处可藏。杀了杰，同时也拿下了艾克的心态。不相信我的伤害，速战速决吧！我根本一点都不慌，兄弟们，从容不迫，自信反杀。不要妨碍我！哇，这参团太高了，十一分钟十一个参团，九杠二杠二。总共参与十一个击杀，将成为我的磨刀石。斩杀线刀，还有个针眼啊！这针眼你们知道的作用是在哪吗？来个董哥解释一下，这波针眼，不过也差不多。打劫你们知道吧？附近只要没有目标，你直接原地按平 A A D 板会直接黑他。妈那个针眼在那，我 A D 板，结果追针眼去了。不然起码也能追到他。哎呦，没闪没大没 W， 翻出来他就死。又把 W 用了，假装的大哥，真来，年轻的选手，我假装不吃兵，我往河道走去，我是要靠翻墙。这小子真以为我给他吃赌城了，真是光裤子光屁股穿围裙，兄弟们，不前不顾后啊！这小子，我给你吃杜城你就吃啊，我让你去死，那真死了，兄弟们，我的发，玩的就是技巧，纯是技巧啊！你是夜刀神吗？我不是，学的他的男刀。学了点皮毛，学了点皮毛，随便杀杀，兄弟们。坏了，我从不妥协。勾他 MB， 他们活不成，
你的雨中，这水友不懂事啊，毫无意义。打！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这是啥，兄弟？Your team has destroyed the turret.他把火冰吃了。巴掌拿下，哦哟，拉扯。我名叫伊泽瑞尔，伊加油，稳住心态，我们什么局都能翻。别看主播现在优势很大，现在我们人头就多了他们三个而已。这波大人头一掉，你看1000块人头，1000块人头一个顶三个。现在人头真正的钱应该是持平的，从人头上来说，最多就多一点防御塔的钱。不过我们防御塔也掉了两，马上掉了。从不妥协。上单的疑惑啊，对线了半天，怎么对手直接被你秒了？惊呆了吧，兄弟！打完这把直接去练男刀，我行，你也行啊！他们活不长了。打！梦多，哎，算了，哎，我们的 ED 怎么不在啊？四打五吗？原来，啊，瑞文也没来，他来了但没跟上。哎一下 ，nice， 吃个他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问题不大。男的出装太暴力，不过那件酒桶也挺暴力的。帽子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。哎呦，这么稳啊！吃冰，别管我。他后面有人呢。刚才大龙刚刷，我如果追过去，酒桶在后面的话，我们就进了，死了可能打节奏。他没闪了。我真是眼钉钉，兄弟，太死机！我操！
俗话说得好，枪打出头鸟，残存在挨打。啊，这团限制的太死了，我得抓单，不能停。我们这英雄是一个抓单英雄啊，尽量在团战之前先减员两人，多打少，制造多打少的机会，五打三，五打四，这样的话会赢，好赢。不要妨碍我。我现在没有闪现，好容易被陷入。有闪现我可以操作一下。没有闪现，他们教什么闪现各种，我只能等死。我从不妥协。要不先带线吧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感觉可以先带线，不然玩不了。搬走！啊，我能相信你们吗？科尔。去下去下，兄弟，先带线刷单，我刷完大龙，我沟通一下，我打团所有技能全交给我，我能怎么办？这没有闪现真玩不了，兄弟们，先带线。带线的意义在哪？他们过来跟我单挑，他打不过。他们如果让我吃兵，我吃兵的话，我也可以存出夜之风刃。我现在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夜之风刃，没有闪现。有夜之风刃的话，还可以防止这个伤害。他们活不长了，已经连死好几次了。再这么下去，别给我整脱节奏了。好好。等我这个东西出来之后，直接无敌。你的愚钝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确实没人敢跟我单挑。差不多可以拿龙了，兄弟。四件套。只有傻。酒桶现在没有中亚，说实话可以杀。他现在应该在等中亚，跟我一样。不过我现在我的已经整出来，他都不会好输。狂风之力，这就收了，我的守卫。哎，一个 W， 大龙。那先拆塔，先拆塔。中亚有了，兄弟，别想着杀他。先拿盘，正面进场。哎，哎呀，都输了大龙，完了，现在大龙应该打不了了，好浪费呀。这波闪现，哦呦，小龙小龙小龙，别说大龙了，这小龙我都怕拿不了。这波我们问题就出在于追人，容易被拉扯。大龙的话，他们应该会自动过来接团，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拉扯对面，追人很容易被拉扯。啊，我们刚才有个闪现保命，这波没有闪现，如果被盯着我可能会死。对手来一个750的表，这750的表充当救我的命。什么东西啊，你在，我以为你在蹲人呢，大哥。
我差点上了，你知道吗？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不是啊，哈哈，完了。那我搁那。哎，这波杀完辅助，我们挂机一个辅助，那像我们四打四啊，刷了白装，等他回来吧，可能断网。AD 带下路吗？速战速决吧，怪起来了。不要妨碍，这不对呀、啊、后期 AD 得站中路呢，这起码下路线可能也是我带，他不会不灵了吧？机器，我从不妥协。妈哎，哥！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这把刀是我最爱。接着通刃，好，又是一个 ，nice， 还有个瑞文，瑞文交给我，没有死亡之舞，随便秒。大龙，这里我找一个劫就行，现在劫应该还在，我们最危险的就是劫，我不会让他来的，先去帮他们打两场，这里能看到他来的位置。OK， 有一条进了的呢，打你们吧。WRAQA 直接拿下，这波一秒钟直接 A 了两到三下，好像是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而献身。别浪费。哦，回来了是吧，兄弟回来了，游戏也赢了。Nice， 拿下这一把，我们的难道真潇洒，哈哈，哎呦，太艰难了吧。看一下我们输出，输出全场伤害最高，遥遥领先。